来，我们看哈，这是那个波西米亚的 SPA Center 啊，看没有？它这里上面写的一个波西米亚 SPA 哈、啊，它这是 Government Garrison， 然后那个它就在这里边游泳啊，是它的游泳中心，也是这个世界著名的这个天然的硫磺那个温泉啊，温泉硫磺那个 SPA Center 啊。据说他们好多人都是这个新西兰啊，在新西兰的那个 Rotorua。哎，好多人是慕名而来嘛，一定要在这里啊来洗温泉哈、啊。来，我们看看这周围的环境。嗯，好多人是开房车来，看旁边停着的房车哈、啊。这里有一个铺，嗯，看这在冒热气啊，啊，旁边在冒热气。那个洗温泉的地方，嗯，可以然后买票进去啊。然后那边还有哈、啊，那边还有。嗯，来看，它这里看到没有？波西米亚 SPA。嗯，它这有一个宣传画，看到没有？在这里边，然后可以看到外面的这个整个波西那个湖啊，洛托瑞拉湖。嗯，这是它这个 center 里边，嗯。可以在那儿喝咖啡，吃东西，然后里边就买票，好，直接进去了，看没有？这是他的那个 gift center， 那那边就买票，直接进去了。嗯，看一下，哦，旁边有卖游泳衣的，没有游泳衣可以在那买啊。看这儿，直接买票进去，它有各种选择啊，看你要有什么池子，或者选择，那买票，它。那个池子大小或者等级的啊，不同的价格。嗯，看看这周围环境。嗯。哦，他这写了一个，看没有 ？Danger， 他是 Do not， 就是 living and swimming， 就是在这个池子里边。然后他这里有个池子，你看这里做了一个例子哈。它这个池子的话是1920年就有了哈，就是一个硫磺池，你看现在还在冒烟呢。哇，看这硫磺池，好大的那个烟味哦。嗯，它可能是做过那个，它这实际上到处都是这个池子，所以说为什么它只能在它那个 SPA 里边去游泳，外面它不允许游泳，就是比较危险。它因为有的温度很高啊，有时候高达100度，嗯。然后还有这个硫磺味也是很重的哈、啊，嗯，这就是那个波西米亚，那个旁边哈、啊、有一个池子，看没有？啊，它叫 Rancho Spring 啊，就是早就有的了。它是作为例子，就说这种池子是不能游泳，它没放任何人进去啊，放到旁边的。嗯，来我们看哈，这正对面哈、啊，就是那个波西米亚 SPA 啊那个中心，哎。这就是新西兰啊，这是新西兰 Rotorua， 那个波西米亚 SPA 那个湖哈、啊，外面，嗯，那里面是这个买票进去，就在湖旁边修的那个温泉湖哈、啊，这是湖的那个外面哈、啊，好大的湖，看一看外面的环境。这是在新西兰啊，新西兰的那个中间这个 Rotorua 那个城市啊。的这个最著名的那个温泉湖啊，波西米亚 SPA， 嗯，波西米亚 SPA， 嗯，看到哈，它这一个指示，这地方是不能游泳的哈，也不能跨过栏杆，因为很危险哈，有很重的那个气哈，的 gas 气哈，你看看这环境周围，嗯，看，这硫磺啊，很重的硫磺味道哈。
边上哈、啊，就是在那个湖边上，嗯。Rotorua 那个波西米亚哈、啊、那个湖旁边，嗯。